就是刘远征、黄志华他们老师教授那边有个辅导团队。那辅导团队来讲的话，他们都是那个一些教授们，教授们有时候离交流现场又有点距离，所以说针对这个辅导团队，教育部聘请了大概10个，当做他们的这些教授的咨询顾问，的一个咨询顾问的部分，一个咨询顾问。然后，那因为在国中是很少人推动的，而我们人家国中已经进行了13年，进行13年，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讲，我会被聘请担任那个辅导团队的一个咨询顾问，所以我的身份就很奇怪了。像举例来讲，像我们学校是韩长者在辅导的，就像说各位们的黄世华教授，那我黄世华教授，举例来讲，黄世华教授是我的指导，是我们学校的指导老师，他是我的顾问，但是在教育部的身份，我又是他的顾问，这是很奇怪的角色的部分。他说，那到底谁是谁的顾问啊？好，然后再来，因为这个计划我们学校在推行了这么多年来讲，活动是很难推动，在又很难推动的情况下，又衍生的说，教育部希望我们的人脉活动的模式能够复制给其他的县市的部分，所以要办理一个校长科技领导，因为在推动的时候发现校长是重要的人，如果校长没有动起来的话，下面动都是很辛苦，所以说又委托我，我又是我的身份就是我是这些行动学校的计划里面校长的顾问，等于说我在培训他们这个部分，所以说有时候出来我到底是哪个身份，我是老师还是承办人员，还是属于教育部的顾问，还是这个教授的顾问，还是这个校长的各校的顾问，这是个情形。那今年就更复杂的哦，今年因为刚好因为最近行程很慢，所以说今年我还负责有一所 学校又请我担任他们的指导教授，所以我说哇，我今年在这个计划里面我有5个身份哦。那今天呢，很难得的是到你们这边是跟你们的第一线的团队老师们做交流。我想要分享的方式哦，因为上姚老师问我说，我想分享什么？我觉得应该反过来，你们想听什么？那为什么介绍我这个5个身份？不是要跟各位臭屁说我多厉害，而是原则上来讲的话，你们想，我有基层老师的经验，我有陪伴各科老师，原则上我大概观课200多节课，各科我都可以讲个大概。因为我在承办你们经验，我就是在协助的部分，所以各科我都可以提供。或者说你们想要听那个理念性的东西，哦，像接下来我们下课听到理念性的东西，我也可以跟你讲。那最近又有一个身份是陪师长到处爬爬照，就是师长他要到各县市来，到各个教学现场他来观课。那这样子观课下来的话，所以说这个在视野的增进方面，也看了很多不同的学校的案例，不同的进行模式，我也可以分享。那在这个一个要是跟我先分享说，今天我们这个身份讲，所以说我这样先反过来，你们想要听什么？有各位先想想，在座的老师，他们有说有体育老师，你们有哪一科的老师？你们这个计划团队大概有哪些老师？英语。什么？国文、英语。国文。英语。英语。自然。自然。数学。体育。数学、体育。舞蹈。舞蹈。还有。哦，那比我们学校逊一点，我们学校总共有4科目，就是，哦，对啊，所以说你们刚讲几个科目我都可以上给各位看，哦，上给各位，但是时间的关系的部分，那在我还没分享之前，我们既然行动学习的部分，那我要展现一下我的实力的部分，哦，刚才这样问的部分来讲，好，各位麻烦各位请登录到一个网址，哦，一。来，各位，你们的平板有没有 QR code 吗？来，我现在忙着吃饭了哈，请你们再到一个网址，叫163.21.37.41/IS， 各位记得住吗？记不住怎么办？来，记不住的话，好，163.21.37.41/IS， 好。13.41/IS，这样太慢了，这样子学生每个人问完的话，请 QR code， 来，请用 QR code。
163.21.37.41 斜线 QR， 好来决定不能吗 ？OK， 有填方法吗？记得请按扫描。哦，既然没有，我们没有记忆力，我们要有能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上面零五好，好进来之后呢，你们看到的一个橘色的部分。好，那、如果说你们还没有登录的话，你的设备太好了，请把那边两边的手先丢，因为我们在我们那国都没有用这么好的设备。好，好，你们看到一个橘色的一个画面了。然后我现在马上给各位，一个号码。来，我们从这边开始好了，你是一号 T 零一，麻烦你们打零，等于一号我要打零一哦，然后要打个 T， 好 ，T 零一 ，T 零二。零三、零四、零五，老师要体验吗？零六、零七、零八、零九，那个一零一一，哦好，密码一二三四。T 的话小小写。小写。好，那还有，来帮我登录我的。放出一题。好，各位，这个分享已经开始了。我现在在示范的是，也在示范的部分。今天来讲打字，能不能叫学生帮我打字？可以啊，学生说，来帮我登录进去。好，来，请帮我出一题，题目叫做什么？你点好之后嘞，题目叫做，各位，你们想要，你们最先想要看哪一科的教学演示？体育科。好，来，就讲这个时候，你看传统的教学是怎样？我老师是听那个体育课，哦，对，是体育课。难道这位不是人吗？这一切我都不用听吗？为什么要被一个强势的人给干扰了这个一个意见呢？所以说我们怎么办？好，哪一个人的？不用填下，用填中底，请把选择填空。好，填空。好来，然后新增题目，老师新增题目。不用，没关系，这六百名的新增题目，好，选择老师，好，确认，好，确定，好，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题目出现了。你要看哪一科 ？English。对。我们都用中文好不好？我们都用中文，为什么要中文？大家跟各位讲。我们都用中文，好，先 send 出去，这么快、OK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到底谁讲。记录一下，好，真的是六号跟十号是最快的哦。好，我们先不要揭晓，不要揭晓，不要影响干扰别人的意见。哦，不要影响，不要干扰别人的意见。好，啊，那个你看，平板好没有用。哦，平板好没有用，比较熟练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四号、七号、八号，有没有需要协助？好，各位不会操作的没关系。哦，那是你不熟没关系，你要问你旁边的朋友，看谁会的，请先问朋友，不会，你问你旁边的两个人不会，再举手问老师。好，八号同学，九号同学，你是九号，那赶快协助八号一下，要有同学啊，赶快协助。到这个网页。好，我们再等他一下，因为这是刚开始试验，他还不熟悉这个平台的部分。OK， 好，不是到十号而已吗？十一，我刚好分到十一吗？哦哟 ，OK， 好，这个呢，我是我密码 ，OK， 好，好，这个情形在教学现场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是什么情形？那、这时候为了等这个人的答案，难道我们不用上课了吗？但是这个就是什么？平常我们可能就是要先把你训练好，等一下跟好八号就出来了，来请按答案统计。好，各位，生物的有两啊，英文的有三个，四个人想听英文的，你看，刚才讲体育是很大声，但是如果说我是老师的话。我只听到那一位学生，其他学生都觉得好无聊。最后呢，他就干脆趴下来睡觉了，因为他的意见都不敢。其实不是他的，不是
这个就是我们用举手或者表达部分，我们都听到那些人的声音，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。为什么没有人回答说都可以，没意见，都有想法？那我们看到了英文最多的三个，应该再加 English。为什么说为什么都打中文？因为除了英文老师会打英文之外，其他大部分还是习惯打中文。那这个时候马上做个统计的部分，我们也是一个英文课的部分。好，那这个英文也要考验各位的英文的程度了，也考验我的英文程度了。好，我们国中的英文有讲到有那个，我现在考验一下你们的平板到底熟不熟练了。好，我们国中英文好像讲到一个比较级嘛，对不对？那有，请问一下，我们这位英文老师，比较级分了哪三级？比较级就比较级啊，原级、比较级、最高级。最高级哦，原级、比较级跟最高级。好，这都分了，英文有分三级啊，哦不是，好，形容词有三级。哦，形容词应该这样，一形容词有三级，原级、比较级、最高级。你看，好，那各位，请你们上网搜寻一个英文的广告用词，这种最高级的写法。各位，你们的平板都可以上网吧？你们想看看你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最高级？找到那个画面，请将那个网页部分，请将它荧幕截取下来。好，阿姨帮我出题。各位看上，会不会荧幕截取？会。不太会哦，啊，那个 iPad、iPhone 截取的话，好像是电源键加那个返回键。OK， 抓下来。那不会怎么办？要问我？先不要问我，因为我不会，我现在本来没有平板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先问熟练的人，你们的平板那么多片的，那个如果说连这个荧幕截取都不会的话，那个组长平板收回来。这个有多的？没关系，我有，但是我不用。因为这那是给学生用的，他没有把那个 OK。 好，你看题目叫做什么？请寻找一个广告用词，是用最高级的英文的广告用词，是用最高级的用法。英文的形容词应该是英文的一个广告用词，是最高级的一个用法。然后请将那个的网址好了，找到的话将那个网址寄给我。好，来，所以说用这种填充题。好，有人不会荧幕截取的，好，那我们就用网址就好了，好。好，那请寻找一个生活中的广告用词，是用英文的最高级用法。用，应该是这样讲吧？对，我是体育老师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用词的。但是体育老师要上英文，这样子应该还可以了吧？好，等一下，好，广告用词是用到英文形容词的最高级用法。赶快走！发现这奇怪，平常的英看的人都英文广告，现在跑哪边去了？你知道学生会怎么搜寻吗？好，我们的面被压缩了。没有，我们里面有什么证品？好，第一个我们给奖品啊，给奖品，这支牙刷是不一样的牙刷，等一下再说我们这支牙刷的部分。好，你等一下，你们先找，我还没派题目，这个老师偷了，应该是老师要先出好题目，这只按一个题目送出而已。好，你用那个，我们是用网址就好，网址会复制吧？请用填空题。好，来，新增题目，老师，来出去。好，请看记录，第一名的我们送奖品。好了，赶快加油，！我要网址点了能够通的才算哦，你不能随便贴一个三四五点，看，然后就说这是网址，哦，赶快找，有没有需要协助的？哦，有没有需要协助？赶快，这发现你看，你们想要看英文，
你们有没有衡量自己的英文实力？我明明就知道我是体育老师最不会英文，还要叫我也是英文。哎，二号，我们先检查一下二号的答案列表，好来，把那网址复制下。二号，我们看二号的偷偷就成功了哦。我们先要检查一下网址复制不下来吗？贴到网页去，贴到新分页。好。哎，这个答案不是我要的答案。我刚刚答案是什么？生活中的广告词。你不能去用 Google 搜寻，给我搜寻一个最高级用法，给我列一堆。所以说二号，对不起，二号，请再加油，再在搜寻一下，好。好，那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名叫是在，零四秒的十二分四秒的那个踢死，踢死的部分，我们练一下怎样？又滑鼠没有滑鼠了，没有。
但是我在教学当中，我可以说因为我不懂英文，我就不教，因为我的能力的问题而限制那个孩子的学习嘛。这都我刚跟人看不懂，你念不出来，那怎么办？我就请他自己出来念。然后他到底讲好不好？这班学生里面应该有些人能看得懂英文吧？如果他错的话，绝对就起来吐槽老师，他找错了。所以再一看，刚才我示范的这短短的十分钟，其实我是个看不懂英文、讲不会讲英文的人，但是我用行动学习。你有孩子，而且我的平台我是用的平台，这个平台是可以替代的。好，那英文的部分，我就简单的一点知道这边。那各位，你们发现整个，我们看一下到底谁教的？那几个自我放弃掉的学生，我们应该请他出来把这个念。参考别人的作品，好，没有，这是几个同学放弃掉，是不会还是动作，是不会还是因为查询较慢，好，那这是一个部分，那现在我们就先到这个部分，各位，还有没有想要听什么课程？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再考验大家对这个平台的熟悉度，那请那个请最想要看两个题目，不是 ，OK， 关闭，好，再一次。请按九二五，然后雷电纯晶体，往下，好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到没有电子白板的，我电子白板都直接操作了，好，电子晶体，然后到那个筛选背离的部分，筛选背离，好，部分，连起部分，不限期。勾起来，然后个别背离，好，来，请到快速题目来，来，我们再，开启，好，开启，各位，老师，学的，好，我们再考验一次，调查一次大家的记录，因为我们现在看过了，不要除了阴影之外，好，请按记录，我看是填答的速度。答案统计，选到亚洲很多支，最多人选那个部分，通通都有奖。你要猜猜看，大家想要看哪一颗？哦，不是最快的哦，是最有默契的那一组哦。被这题答到几次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全部都选到那一组，我会送的。哦，OK， 有问题的不要问我。可以改答案。对不起，我这个题设计我是设计不能改答案，也可以设计可以改答案。除了英文之外，那个选英文的哈、哦、要出来怎样？自我锻炼一下注意力，好、哦，傅林真先做三下，对不对？因为代表我刚才有讲说不要再选英文了。那还有人在选英文的话呢？好，三到四号，还有七号，三到四号，赶快加油加油加油！老师，我可以利用这些问一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这个互动系统是买的吗？是买的。然后是跟哪一家公司买的？好奇。对。对啊。因为觉得它很好用，我觉得我们如果另外一个也是如虎添翼。但是它不要这个系统，我可以做到，用 Google 表单就可以做到了。哦 ，Google 表单。但是 Google 表单会比较复杂，我等下教各位。这个在我们学校是最多老师用的，因为它只是一个考试而已。它就是它的功能就是只有说新增题目，哦，新增题目，等一下我再介绍这个部分。现在给下回，哦，好，答案出来了，体育五个人，体育哪五个人？请起立一下。体育是五个。好。身体。OK。等一下这个，一二。还有简体的题目。OK。这样子要做吗？应该要。刚才你做起来报表才有送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来，各位，我们再出一题。好，这五个人已经有这个人，那这五个人来，这五个人来，请出列，请出列一下，请出列一下。好，来，请他也帮我出一题。几个？好，来，这五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选五个人。等等，好来，有人才四个人，阿远先没有，先回到题目那个快速题目。来，有人耍赖记录。答案统计，不是答案统计，
好，来点哦，六个人啊，六个人点开来。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六号、七号、二十号，你以为我知道是谁投这个票的吗？怎么才四？一二三四，一个投掉五个，还有谁投的？最后投的。最后抬头投你也算数，你也要出来。你要出来。OK OK， 出来一下。好。等一下你就发现他作弊未必得利啊，好、哦、未必得利。好，来阿元，请再出一题。既然考我体育课，哦，我也想要考。什么？等一下。我可以考吗？考什么东西？我还想要牙刷。哦，你还想要牙刷？奇怪的，这个牙刷才8块钱，可以啊，对，刚好少一个。来，好，请出来，来。来，请帮我出题目叫做什么？等一下来也可以提参与了啊。好，然后来这个题目叫做请拍摄自己走路的样子。好，然后5秒钟上传。不用，我这个。好，等一下啊，这好来，这里就知道这六个人去做动作，其他人就观看。好，请拍摄自己走路的样子。好，5秒钟，然后。5秒钟，然后上传。好，那什么？我们对，要拍，就是你们这几个人做，其他人也可以体验的、啊。照理说，好来，然后呢？没，题目还没，等一下，你看一下题目，你就知道怎么做了。好，新增题目，假打新增题目。摄影好。有摄影吗？摄影那我这没办法摄影。好，那你好。好。好来，题目已经出去了。怎么拍？开始你要互拍照就好了。等一下，你自己有没有办法拍？那就怎样？要合作啊！旁边有坐着的人没事，你这么没有同学爱吗？你们这个班级这么没有同学爱吗？对不对？我拍照的样子。你真的要走？你这半走要走？哎，走路是动态好不好？不是形容词，它是哦。这样走快。好。好，没关系。好来，OK， 我们请报案答案列表。
船失败了、啊，我再回去再偷练一下了。好，那怎样？先回复原状，回来的部分先回来。好，先把它关闭，先把那题目关闭。回题目列表。啊，没。好，关闭，其他不讲，那个动作太慢的，回去再多练习，再多走一些路。好，我们看答案列表。好，答案列表。来，我们往下拉。来，请把这个或者影片拿下来。这招，好、哦，来三号。三号。三号，拍照片。你不止传授别人，你的手机拿去丢掉。只是传照片了。对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一号，来一号载具，一号载具的部分。你播，他可以把答案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把它存下来。好，定存影片，然后再播放。哎，没有，刘姐。哎，加影片定存为。因为我们现在需要。那个没出来。好，来桌面。